欢迎爸爸妈妈一同来到林安泰古厝。今天呢，我们要带着我们的小宝贝来做斗嘴咯。做斗嘴是我们闽南文化当中，当家中的新生儿出生满一周岁的时候，所谓进行的一项礼俗仪式。那我们通常会准备12项象征职业以及还有祝福的物品在竹筛当中，让小朋友去选取，透过抓取这个动作来达到祝福的意涵，也可以从他抓取的内容当中来预测他未来生命的探索以及还有展望。所以在接下来就带领各位一同来了解一下抓周究竟有哪些重要步骤吧。好，首先呢，我们会让我们小宝贝戴上眼前的这一顶虎头帽，来象征辟邪保平安。戴完虎头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让小朋友手拿着鸡腿，以及还有花生，象征有口福、聪明以及还有长寿，福禄寿满满满哦。那我们抓完福禄寿之后呢，我们紧接着接下来我们要把眼前的这一包蜜胖把它打开来，我们准备要让小宝贝来假蜜胖咯。那一样，我们在假蜜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样有一些祝福的话语，所以待会会念的就跟着我们一起念哦。来，假蜜胖，假蜜胖，嘴胖胖，嘴胖胖，有人缘，有人缘，得人疼，得人疼。夹完蜜胖之后呢，我们紧接着接下来，在我们这一次我们特别准备了一对的米姑，所以呢，请爸爸妈妈待会打开我们这一对米姑的好命金。那待会我们让小朋友们轻轻双脚轻踩在米姑上面，象征辟邪保平安，长命百岁哦。那这时候我们也有一些祝福的话语哦，香客打米姑，香客打米姑，好你聪明。高塔珠，你聪明地会高塔珠，非常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准备把小朋友高高举起来，举起来是我们有一些祝福的话语哦，所以我们来一起举高高。一纳婆关关，一纳婆关关，塔车中中完，塔车中中完。好，我们可以进场抓周喽。朋友自由选择三样物品来作为他人生的一个探索，也还有展望。还没有。可以当小朋友们开始来选择了吼。如果说你抓到了算盘的话呢，精打细算金融业，哇，非常好。冷吹风机，哦，吹风机有可能是美容业，我们不要走时尚产业的哦。锤子的话呢，有可能会当法官。如果说已经抓完3项物品的话，就代表今天的抓周仪式完成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抓周流程，